前有一个网络也很红啊，说可乐里面加曼陀珠，我会爆炸，爆炸，对，鲨鱼的，对啊，那时候我泡面加布丁，啊，我也有，而且一定要买肉骨茶面加布丁，很好吃，肉骨茶面加布丁，对，真的是肉骨茶面口味，不会很恶心吗？不会，喝起来感觉浓浓稠稠的像牛奶锅，真的假的？哦，哎呦，在炒蛋的感觉，对呀，哎，他居然有粘起来，没有，他就是这样子，算成功啦，成功吗？因为他有，等一下，本来有一点快要成功。可是因为你倒的太稠了，有点要变九九肉炒的煎蛋的感觉，九层塔蛋，他已经快要，哎，他可是他消气了，哎，我跟你讲，对，蕾蕾那个乔乔妈，因为他刚下去的时候其实很蓬，对，而且漂亮，就没了。你那个倒下去的时候，感觉就是你还把小孩子头发绑得很那个凤眼头那种。而且我觉得他现在完全消气到有点像蛋饼，对，整个落差很大。可是香味是有的，有啦，有蛋香味。那我们要吃吗？看，觉得它的口感是不是真的有像那种欧芙蕾的感觉？欧姆蛋，欧姆蛋比较像欧姆蛋，不像不像舒芙蕾了哈。舒芙蕾，对，我刚刚说很很明显比较欧姆蕾，欧姆蕾，舒芙蛋，舒芙蛋，对，我刚刚说舒芙蛋，好吃吗？连你都说不好吃，我觉得节目很真实哎，不好意思，我有点不留情面的。哦 ，Oh my god！ 给大家感受一下，感受一下。好，怎么办？大家都讲。对，这什么东西啊？有吗？是吗？这跟雨熙刚才说的是一样的吧？我觉得你的比较成功，你这个真的，这个是假的，你这是可以的，正常啊，真的。我跟你讲，因为我们的期望实在太高了，所以它整个像 Nuki 的，好像有点呕吐物的感觉，你知道吗？你真的会觉得很恶哎。所以姐妹们，我们一致就认为它是虾，失败。谢谢你，加油好吗？好，谢谢乔乔妈。接下来还有一个是感觉好像蛮简单的，因为大家都很喜欢追剧啊、看电影，然后现在呢，爆米花就越来越多种口味。那现在呢，网络上就疯传一个自制的焦糖爆米花的做法，然后做法很简单，把我们就是最熟悉的那种太妃糖，然后拿来呢，就是把它融化之后煮好，然后再把爆米花圆形的爆米花还没炸过的放上去之后，直接进去爆，爆好了就是焦糖爆米花。我们这照片这样子看起来好像非常成功，对不对？因为大家去电影院不是都喜欢买爆米花，对，而且现在市面上很多桶装的这种的，然后好好吃哦，但是爆贵的。所以我们来举牌一下，你们觉得这一个实验到底是真是假？请举牌。哎呦，应该真的。乔乔吗？为什么头翻白啊？真的辩解，都看到前面都是翻白。那你刚刚为什么一开始举假的？我觉得太妃糖样 Yuki， 然后全部都粘在爆米花上，很难吧？不会啊，感觉爆完没爆过粘上去就可以啦。对啊，只要温度够，应该都会爆得开吧？啊，真的，好容易被说服了。好，那是谁要来帮我们求证？因为我本来很爱吃爆米花，我觉得一般在电影院的爆米花，我觉得它的那个糖焦糖不够，对，然后又很稠，对，均匀，对，所以呢，我看了这个，我就试用之后真的很成功，所以我今天要表演给大家看。你要先放这个到里面好了，要这么多，哇，好多！我这在家里我做的更多，那我先请你先开火吗？中大就中，好中，我帮你调中大，因为这个奶油看起来实在蛮惊人的，对，所以其实爆米花蛮肥的。对，爆米花的确是需要奶油，好像要多一点，它比较好爆。对，需要油脂。对对，甜甜甜甜好像讲的什么都懂哎，因为我常常会去看他到底在干嘛。我以为是因为你平常喜欢下厨。哦 no！ 我想，因为我想学，然后我居然是选择了跟他学，所以我就是有时候这样看着看着，有好几次我也觉得很惊险，应该是算八字中的。而且我觉得他们家是遗传，因为他妈妈也想学下厨，学到后来吓死他了。他妈妈是房子也超点，差点就是我妈就是会天马行空，她都是不按照那个，她觉得她的想法会比较好。就比方说香港人鸡汤都会放很多的一些什么。
就是比方说鱼头、猪肉、猪脚，他就把所有的就是只要是动物全部放到里面，真的味道超恐怖。我说这个是什么？什么？香港人煲汤就里面料食材很多，对，对，但是喝出来真的完全喝不出来到底是鸡汤还是什么汤，对，就很恐怖。那时候我开始放糖了，但你看雨杰可以长那么。我以为他把盘子捏爆，我要吓死我！因为王雨杰的戏都在演吗？还是做他自己啊？真的，他跟他妈有一个很精彩的事迹，因为他跟他妈碰在一起真的是很可怕。他们两个煮泡面，对，然后后来他想，哇，这个泡面怎么多一包那个调味料？他们还想赚到，就那一包的防腐剂，加下去，好坑人，真的好恐怖，好可怕。加保险要保高一点，真的好，所以这个糖我们要一直用奶油把它整个煮化，对，而且它这样粘在一起是合是对的吗？会，待会会开，可是我觉得待会会开，你要大一点，你要小一点，我帮你调，你就是要很注意那个火，瞬间只要过了几秒钟之后，那口味完全不同，很快就黑掉。刚刚其实因为火有点大，所以那个其实就是奶油已经开始有一点比较焦化。我们没有上啊！你们这个时候如果想要逃避的，是可以。我先放。现在要逃避的是不是？要放吗？均匀一点，还要均匀一点哦。你不要撒出去，这都还可以卜卦。OK。你好像在看今天的卦象是怎么样？你可以帮我们卜一下最近的财运怎么样？最近财运看起来蛮均匀的。那均匀？你为什么一定要吃这个呢？开始了吗？开始了吗？要爆了！快有一个爆出来了，盖起来！哎有哎！好开心啊！它开始爆了！哦，那是 BB 宝宝 ，BB 宝宝 ，BB 宝宝 ，BB 宝宝，爆米花，爆米花，一个玉米一朵花，两个玉米两朵花，很多玉米很多花，开什么花？开心的爆米花。安全了，你的楼下警察要来了，哦呦，哇，好棒哦，你的摄影棚都是这样，现在有一种国宾影城的感觉，没有想电影院了，追剧神器耶，真的想象中难呢，感觉电影马上就要开演了，而且我这个超脆，小心有点烫，试试看，哦，好吃，好吃，超好吃，咖啡糖的味道超浓郁的，那个新鲜的，好吃耶。好刷嘴哦，这个不是市面上买的那种，外面卖的，一模一样，就像外面卖的。对，然后这个啊是平常市面上的，对，也是焦糖口味，也是焦糖口味哦。你看光颜色差很多哎，感觉我们的焦糖比较差，比较屌棍。这个焦糖没有香气了，就变得没有香气。你的这样现煮的，因为是真的有，刚刚这次还好，我觉得我煮的比较好。好烦哦。那时候我真的觉得还好，他连试吃都不想试。我觉得你可以开店哎，真的。然后每次客人来，小心，因为客人就是要听你尖叫声。对，来，哎，甜甜，我觉得你跟他学没错哎，真的。对他有时候确实还是会出现一些鸡。对，真的很不错，好好吃哦，大家都一致同意，对不对？好吃哟。电视机前面的妈妈应该可以操作的更安全，可以哦，哇，省下大把钞票，接下来就可以花点钱买一些化妆品了。为什么这样讲呢？因为大家都很喜欢买什么口红啊、腮红，然后最近网络上又很流行的一个叫花瓣的腮红嘛，那很贵，对，然后说那一盒要5000块，贵3000。哎呦，妈妈很难买哦，对，还不一定买得到。我们在家里自己做做看，那网友啊就讲说，哎，果冻口红就可以自己用果冻来做，加上凡士林，然后呢，哎，就可以。轻轻松松的就涂在嘴上，还有果冻的这个棒棒糖的味道。你看啊，这个腮红这样做成那个玫瑰花瓣的样子，真的很诱人呢，看起来好美哦。还没用到脸上都觉得心情很好，所以大家觉得这个到底是可行吗？是真的还是假的呢？来，请举牌。噔噔噔。所以甜甜觉得是真的，对，因为这是我要来做的，然后刚好我要补贴，就是我牌子标，他
说是假的，绝对真的。可是你刚刚说什么？你要来做是不是？来，把天贴满，直接贴满。对，我这段时间在家，我看了很多的 YouTube。而且因为你最近自己也在做相关的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其实都有在学习这方面的那个资讯。真的可以自己 DIY 的。哎呦，来帮我们验证一下喽，麻烦点点。欢迎大家来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解决你所有的家务事，跟上潮流社会事，满足你想知道的八卦事，还有时尚这档事。赶快按下订阅频道，加上小铃铛，俗女家务事，赶快来订阅。